征服了不会控狼的中立去玩新数局吧。请记住，中立是单个阵营，不是好单阵营，也不是坏单阵营，它是中立阵营。拿到检修牌，正常在管道里面东涮狼，十号钻管道已经抓到一只狼的前提下，灯突然黑了，先不要着急去开灯，等着其他蛋去开灯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号也钻管道了，已经知道一时双狼的剪辑下，先不要去开这个灯，等着胆小和无敌去开灯。灯被打开以后，先不要着急出去，等所有人离开以后观察一下四周，切记现在也不要出去，管道里面还有一个狼。一号终于离开了管道，等他出了仓库以后，从食堂那边绕到大厅拉铃举报，检修的身份不能让任何人看见。开到双狼都在大厅，盲目不要拉铃，先告诉一个好蛋，防止等会儿自己被暗算了。七号向我走过来了，灯突然黑了。你好，是坏蛋，把我验出来了。我把一时双狼的身份告诉了七号，七号突然倒了，先把七号拉起来。七号真心验出了一时双狼，全票打飞。你不是狼，我跟二号，然后碰到七号了，我们仨就一起去找一号了，验过了，他不是狼。这张酒这么薄，一号感觉像个中立。关灯了，我在组装间看到四号尸体了，然后我想拉铃来着，然后就有人拉了，而且我不是开灯蛋，我也就还没有开灯去呢。而且七号那个当时有二号九号七号，他贴了我很久嘛，他验我，而且我也跟九号说了我身份了，如果我是狼的话我早把他盗了。七号也跟我说一号的，七号也告诉过二号，一号是狼的前提下，你这边九号能保这个一吗？如果中立一心想帮狼的话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捣蛋鬼是三个阵营，而不是两个阵营。我这边检修走的，我看见一时钻管道了。干得漂亮，我成功被吓了。九号是一张胆小，也不是中立啊，被潜行的刀了。他如果早点说他是检修，然后碰见我俩了，这个我明白，我是质检，我是质检，我是质检。行，让你提。他如果早点说他是检修的话，那肯定都我呀。他非得说，七号验出来了，因为我跟九号说我是傻蛋，是因为六号是傻蛋，我知道他是傻蛋。再不清楚有没有暗算的前提下，我怎么可能会报我的真实身份呢？七号真心验出来一号是坏蛋，二三都知道了，你九号这么保一号，我只能说你是中立机一下。作为一个好蛋，你不相信真心，那你应该相信什么？看了一下票型，只有二号跟我一起投了一号，你这张胆小是真的会玩啊。所以我穿了他的身份，然后我也没有刀九，所以九很相信我。如果他早点说他是检修的话，看见我了，然后你们肯定都相信他呀，可是他不说。我征服了，说出来被你暗算吗？一号你也跟他一起去新手局吧。原本以为九号是张中立，二号是张好蛋，真的中立会控票，你这胆小给我投的稀巴烂。真心告诉一个你不信，真心告诉两个你也不信，检修抓到双狼你更不信，你信什么？你信他没有刀你？啥也不是，气死我了。小鼠骑士在假网站假链接登录账号送绝版皮肤，都是骗子或盗号者，宝宝们一定要小心啊。